好，各位，今天的影片是当 YouTuber 的爽处。首先，第一个要讲的就是，当 YouTuber 是一个非常适合训练 EQ 的方式，有很多机会可以亲身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留言，像是那些温暖的留言，然后善良的留言，还有那些来自低能儿的弱智言论，在这之中也有非常多是很极端化的言论，所以你在翻评论区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非常奇妙的景象。我爱你，好喜欢，林正幽默，你应该杀了你自己，然后跳下楼，你妈以你为耻，你这个丑陋的小婊子，fuck yourself。我在网络上待那么久，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些言论的反应。你怎么有办法骂得那么烂？真的，你怎么有办法骂得那么烂？你原本可以用更有逻辑的方式来阐述你的意见，让你显得更具有攻击性，然后也变得更有说服力。结果你选择用了最烂的方式人身攻击，这样显得你很蠢。你有枪，然后你有刀剑，你甚至有把菜刀。结果你选择的攻击武器，你选的攻击武器是一支圆珠笔。圆珠笔，我是说圆珠笔还是会痛啊，但是真的，你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？就是我现在看到这种人身攻击的想法。当然说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，哦天哪，好伤心，受伤了。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，如果你想要击溃我，那你至少你要先说服我，你要先说服我自己很烂，然后我才能接受你的攻击，然后也觉得自己很烂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适应这些言论之后衍生出来的想法是。你就骂吧，说真的，我不在乎你，我也不在乎你的人生。但是如果对我这样做真能让你的人生变更快乐的话，那你就做吧，就是一件值得的事情。不客气，我觉得网络评论也帮助我更认识自己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在底下的留言区，有些人会觉得我像谁谁谁，然后他们就会留下评论。在这些留言当中，大约占了5-6成的是说觉得我有点像黄大千。然后我可以去怀疑自己，我是吗？我是抄袭他人的可悲垃圾吗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我们不可以忽视它。各位观众，也许在我睡着的时候，半夜时，我会有另外一个第二人格跑出来，打开笔电，然后打开我的笔记本，然后开始浏览他的频道，然后抓清楚他所有语言、所有动作的各种神韵，然后写进笔记本。然后再把它吃下去，把它消化掉，顺便消灭掉证据。然后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动删除掉这个记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已经得到他的所有神谕的精髓了。接下来我再出来拍影片，所以才会想他。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个可能性，我们不可以排除掉。但是我又想到，我国中的时候就有2-3个人说过，觉得我像他。于是我们再往前去想，我们再往前去想，我大概从12、13岁。Also 是我建立价值观重要时期的时候就开始看他的影片，一路一直到现在。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这是形成我现在的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吗？因为我的个性决定了我的频道风格，又或者我只是不小心看太多乔治凯林的脱口秀，然后被他的思想影响到现在。总之，虽然到最后完全迷失我为何要开始回顾自己回忆的原因，但是我感觉我对我的过去又更了解了。谢谢你们，各位网友。再者，我觉得当 YouTuber 也是一个训练判断能力非常好的一个方式，因为在网络上可以得到成千上万个及时的回馈。在吸收这些意见之前，还是要加以分析，不要当吃到饱一样，全部都往肚子里塞，你到时候就准备落塞。记住要谨慎选择吸取内容，这样才可以精益求精，同时又不要自信心崩溃。同时，成为 YouTuber 之后，解决了我的失眠焦虑。在过去的时候，我失眠的时候就会处在一个跟自己吵架的阶段，快睡，不要，快睡，不要，快睡，就不要啦。然后就会很焦虑，开始想怎么办，睡不着，现在要补习，我现在不睡，我说明天去补习班睡是不是啊？我真的是白白浪费这些时间。但是我们现在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我现在把凌晨12点到凌晨2点之间称为我们的黄金计划时间。意思就是，反正我们都睡不着了，不如就趁这个时间帮自己多增加一点商业价值吧。山不转路转，路转老娘直接在边扎营。再来，成为 YouTuber 的优点，尤其是对学生来说，就是钱。Yes，就是钱。我直接说出来了，非常棒的一个东西。李怡臻啊，赚钱了。
是不是天天都吃和牛啊，小富婆啊？别装啦，我们都知道你赚很多。没有，没有和牛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也想天天都吃和牛。但是我尝到了大学可能不用学贷的希望，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小时候我都以为有钱就可以获得全然快乐，就是一杯水，然后滴进一色素，接着我的灵魂就被渲染成幸福的颜色。然后我真的拿到钱了，感觉比较像是一杯水，然后滴进一滴油，意思就是直接有水不相容。钱同学，我以为你可以让我的生命出现更全面的变化，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不然我走。等一下，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点好的改变。留下吧，留下吧，同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。我先说这支影片的看法，仅代表2022年还处在学生阶段的李怡真的看法。我不知道五年后或十年后我的想法会不会出现什么天翻地覆的改变，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我目前的想法，并不能代表我接下来30年的价值观。记得什么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真的会有人分享吗？我不是会分享影片的人，我觉得好尴尬哦。但是好，如果你要分享，你可以分享。就像掰了，为什么我要这样跟你们掰啊？标新立异，好不好？创新一下，拜拜。